两脚张开，与肩同宽，两手叉腰，啊，右脚脚掌转出去，哎，尽量的往外转，尽量往外旋转，然后左脚不动，然后骨盆是朝正前方的，所以骨盆跟左脚是同一个方向，朝正前方的，好，然后右脚收回来，啊，脚掌朝前，换左脚转出去，尽量的转出去，然后把骨盆往右边扭转，骨盆一定是跟身体跟脸是同一个方向的，好，连续动作。啊，换右脚转出去，转到定点之后，然后收回来，换左脚转动出去，骨盆不要跟着动，骨盆尽量的把它控制的朝前。啊，对，这样做连续动作。啊，因为我们在脚在旋转的时候呢，骨盆会跟着它动，让它完全不动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要尽量的控制，让骨盆朝正前方就好。这样子作用力呢，就会加在大腿的根部，会把大腿根部这一块往内缩进来。对于大腿肥肉比较多啊，臀肌比较多以及臀部下垂呢，是有很好的修正作用。